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拆箱华为 Mate 40。这个是一个标准版的啊，釉白色。开箱之前呀，鉴于最近心情不好，所以呢，准备了一听皮的啊，先把皮的开开啊。哎呀，沉浸式。来一口，啤酒不错。这个男人呀，不开心的时候还是得喝点酒，是不是？喝点酒就容易这个心情啊，就容易美好一点。好，这个废话也不逼逼啊，不多逼逼，好吧？开箱，华为 Mate 40 Pro，剪刀啊，按沉浸式的套路走呢，就得先敲两下，是吧？再敲两下，哎，行，拆封。这个华为这手机，这次我是打算拿它当备用机哈，拿它当备用机，哎，都累了啊。这个颜色啊，真是啊，look，好好 look，颜色到位了啊。说实话，现在这手机挺不好买的，釉白色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好看啊，好看。哎呦呵，我这个看一下外观啊，检查一下外观。很多那个网友也说啊，这麒麟9000这芯片就跟谜一样，到现在还有，咱们也不知道它到底囤了多少啊。反正作为消费者，他有手机咱们也能买，那就行，对吧？这其他的咱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好不好？行，那这个就先放到一边。放一边啊，看看配件有什么。这个是取卡针，然后，OK，SIM 卡管理，快速指南，三包凭证，还有一个透明手机壳。一会儿这透明手机壳用上，用吗？用吗？纠结一下吧，先放到一边吧，然后把其他的这些都放进去。这壳一拿出来，这里边就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看这个，价值500元的 Mate 40系列会员权益礼包，这后边是不是有个二维码啊？我先挡一下啊，这有个二维码，然后各种什么应用市场啊。什么乱七八糟，好吧，咱就不管了啊。行，下面充电插头、充电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耳机。现在感觉能看见耳机，真的是个没，哎，这是3.5毫米接口的。哇，这是充电线，哎，这所以这手机是有3.5毫米耳机插孔吗？哦，真的耶，真的有哎。哇，这个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它这个快充是多快呀？这儿一个华为的一个标，
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，华为，然后看看它这个是多少瓦，40瓦，这儿有标啊，最快是40瓦，这儿有写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制造，啊，这里有什么吗？这里应该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放回去，这个先放回来个，放回去，这个就不看了啊，这个肯定是那个 MEI 的那个什么。好，放到一边了啊。然后咱们看看手机，拆封。哎呀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真的是到位了。来，你就是缠他的身子，我知道。给你们看他的身子。哎呀 ，beautiful， 好吧，他的身子确实很美丽啊，很美丽。这拿着这个一打电话是吧？喂，谁呀？嗯，小奥啊，嗯，啊小特啊，行，是吧？这多到位啊，莱卡。到位啊，到位了，行，然后开机吧，开机，按这红的按键，哎，这是莱卡，所以是没电吗？没有震啊，震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这灯灯，哎呀，哎，还是这个 Emotion UI 呢啊？这个屏幕，所以是能看出来吗？是颜色什么的？我觉得还好啊，应该还好啊。语言好像有很多种。咱们就默认的好吧，默认的就是简体中文。开始，地区啊，也能选很多地区，中国吧，啊，协议 ，HMS， 啊，要喝酒，喝口酒。HMS。下一步吧，这也没别的选了，信用卡一会儿再插你好吧。嗯，这网络连接先跳过吧。先跳过吧，设备保护先跳过吧，这都是增强服务，哪个没打勾啊？这是自动增强信息。用户体验改善应该不用我改善，你们说咋着就咋着，这个开行吧，下一步我也懒得看了，一个数据导入和设备新设备没什么可导入。嗯，全新手势导航，嗯，往里滑是吗？啊 ，amazing。再往里滑是吗？啊，往上，哎，哦，停一下，哦，真高级，真高级啊！完成 ，amazing！ 哇，这。我这往这边一滑，这预装软件不少呀！哎呦，什么鬼？啥的？
这删不了吗？这是这三四一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个第三方软件，这热门推荐好像删不了，我也没联网，但这里估计还得有一些什么，好吧，就自带就二十多个第三方应用，行吧，这个就是华为啊，华为 Mate 40，这个手机说实话还是，给我的感觉还不错啊，就是目前初步上手的话，设计啊什么的，哎呦，差点翻车。设计什么的感觉还是挺经典啊，然后杨帆的设计现在这个也有很多人在用啊，去平常逛商场啊什么的也经常看到，很不错很不错啊，然后也算是国产手机的一个标杆级的一个存在了，好吧，喝口酒咱就结束今天的开箱。哎呀，这小孩不好喝。行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拜拜，记得关注点赞订阅转发 Thank you。